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65集的节目。我这两天的话呢，发现我的手机里头有一个编辑影片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 app， 那我就稍微试了一下。昨天晚上的话呢，就呢草草的呢录了几段的这个小影片，那呢就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小玩具，这是来自于 SteelSeries 第50号的 Horror， 台湾翻成火爆洛迪。那这是一个可以看到前面有个 WW2 啊，这个二战造型的一个落地纹，在电影里头呢是有出现，不过都是在黑夜里头啊，所以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形象呢其实也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很明显的话呢是一个军用的一个车辆。那上一期之前的话呢已经有给大家呢做过这个同模具的这个邦莫比，那这款模具的话呢是刚刚前几天的话呢刚好给大家做了这个赛尾这个 SS 的这个62号，那很多人说它是最弱的一个 SS， 但也有人说呢这个模具呢可能更弱啊，到底哪个比较弱呢？认真说起来我可能会觉得这个模具可能还真的是更差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车型状态下呢，车顶这个缝呢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密合啊，尽管变形了非常多次啊，它不能像 MPM04 一样变形50次它就密合，这个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密合了。而这两个模具你硬要比的话呢，我会觉得邦莫比呢是更差的，所以这一款的话还比它稍微好一点点。那具体来讲的话它到底弱在哪呢？这一款的话第一它的一个涂装，当然你不能说这个军用车它整个都是绿色，我觉得也是可以了啊，但是你硬要比的话呢，这个至少的话我们这一款这个Horror 的话还有一点点的一个渐层，而且这个侧边来讲的话它这个地方还多了这个像是一个油箱还是什么的一个设计啊，这个的话比起这个只有这个铁板的这个邦莫比来讲的话呢，至少它的立体感还稍微强一点点，而搭载的武器来说的话呢看起来也比较酷炫一点，上面还有一些子弹，上面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个涂装啊，所以这两者硬要相比的话呢，我可能还会觉得 Horror 会稍微好一点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车辆啊，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车顶盖这个部分呢没有办法去一个完全密合。那我个人的感觉吧，是这两个手臂胳膊伸进来的时候呢，你看这个高度啊似乎是稍微偏高了一点，那非常难去调整啊，你希望呢把这个完全密合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一定会弹起来啊，就是一定会弹起来啊，非常非常的郁闷啊，就是有一种就是你怎么样努力都做不到。那实际上组合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脚啊这个地方外侧有一个凸出去，这里有个凸出来，这个地方又把它给捏紧，以及呢后面的车子的后面这个地方，这里跟这里也有一个地方要把它给捏紧，这两个地方的话原则上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密合点啊，但最主要是前面牢，后面这边有时候会爆开，这两个都捏住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一挤压之后啊，这个部件弹起来的这个情况呢就更加的严重了啊。那目前来讲的话反正我是已经放弃治疗了。那车子前方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凸起物，这是人物的一个脚底板，但是滚动性倒是很好，滚动性是完全没有问题，非常非常的流畅，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它这个武器的一个搭载也比较有趣，它是一个扣上去的一个方法，而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斜，就这个地方中间斜的这个角度，这个点把它给放下来啊。我第一次拿到的时候呢还真是怎么样扣都扣不进去啊，那非常遗憾的就是它这个车顶盖就是扣不好，不然的话呢其实我对它的一个外表呢也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挑剔了啊，并没有那么样的糟糕的。那么呢现在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Horror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先前的话呢有提过这款玩具的一个手感呢非常接近于真人电影第五集的玩具，对，我真的觉得这应该是第五集的时候呢没有把它放到这个 TLK 系列里头的一款，那硬是呢把它放到这个 SteelSeries 啊，我至今我深信不疑，因为这种有一点松垮还有这种薄的这种塑胶的感觉，真的非常的像第五集的玩具啊。那因为之前的话呢已经有给大家做过这个Bumblebee 的一个变形过程，所以这一次的话呢我们就把它从车形态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一个双动关节，把这个轮胎的话呢做一个双动关节的一个翻折，然后呢放到这整个这个背部里头去啊。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塑胶的韧性呢还算可以啊，直接的话呢给硬翻进来就可以了，然后呢手的话呢给翻出来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位置，这个翻出来，然后这个地方呢往上面推，将这个 Horror 这个头部呢给推出来啊，有点像安康鱼的这个表情啊就冒出来了，然后两腿的话呢从这儿做一个打开之后的话呢把这个背这个翻出去之后轮胎翻进来，然后再塞回原来的这个洞，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脚掌先翻出来，这个轮胎呢就可以进到这个空洞里头了啊，我们这样把它给翻出来，先把这个翻出来之后这个地方的空洞就出来了，再把这个轮胎往内折，然后利用这个地方那个转轴呢把轮胎呢给放到
这个小腿里头啊。其实这个轮胎在小腿里头的造型还能够动啊，这个造型其实我是喜欢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一款这个 Hara 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大功告成了。那由于它的一个背包呢比较大比较重，还有它的一个脚后跟呢，其实呢做的并不是非常的饱满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方啊，你不要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呢基本上呢是没有什么支撑力，你碰到这么后面其实有点困难了啊。这个呢脚后跟的话呢其实只有到这里而已，你这个地方的话你要调一个特殊的角度才能够靠得到。那这个背包的话呢非常的巨大，你从后面来看根本就是一个 OK， 其实他背的这个是一个孩之宝的墓碑啊，不对，这是一个孩之宝的一个铭文吧啊。那后方的话有个凸，这个凸的话呢在 Haro 身上呢是不管用的。那我们来对比一下Bumblebee的话呢是多了一个锤子啊，但是呢并不表示说呢这个两个模具会比较推荐 Bumblebee 啊，我还是会觉得以这个涂装啊分色来看的话呢啊似乎还是 Haro 好一点。当然你可能会跟我说两个都一样烂，两个你都不考虑，这个主要是看价格了啊。这个的话呢前一阵子台湾有最低，那低到在台币大概350块钱一个，那我是因为跟其他东西一块买啊，是399块钱买的，其实啊也算便宜了啊，毕竟再怎么样也是一个官方的玩具啊，这个 Deluxe 等级这个价格，其实 SS 系列的玩具好像价格目前低也就低到这么多了啊，你说还要再差，我觉得我没有把握还能够低到哪里了啊。从背后来看呢真的是惨不忍睹啊，这个堪比这个变形金刚第四集 Leader 级的这个 OP 啊，那个超大的一个背包是一样的啊，甚至这根本已经看不出有什么机器的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像是小朋友做那种美劳课、啊、把自己包起来的那种感觉、啊、非常非常的不怎么样啊。但是正面来看的话呢就还是有点感觉的。那先前的话呢就是啊，疯疯癫癫红先生呢还有赠送给我一个他自己手涂的一个大黄蜂啊，这款的话呢我是目前是非常仔细珍藏的啊，放在柜子里头。那这个涂装过后的话呢，这个邦姆比的模具呢可以说是会提升非常多的质感。当然我相信这一款 Haro 呢，如果你愿意加以精涂的话呢，它应该也是会蛮好看的。但是我相信呢如果你没有做其他大改的话呢，也是只有正面好看而已了啊。那至于 SS 系列里头呢最差的模具是哪一个呢，其实是没有定啊，因为没有最烂就更烂吧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听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